呜，是你的暖流，常在眼角中、笑语中渗透。 早晨，早晨，早上嘅十一点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埋港台电视三十一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逢星期四有好玩医学，有邓添立，有郑瑞芬。今日讲紧呢个话题咧，刚刚问咗医生啦。 而家係咪最流行嘅時間？誒、啊，醫生就話咧，暫時都未喺，不過我哋都要唔可以掉以輕心嘅噃。冇錯啊，成日就話預防係勝於治療嘅。不過講起呢個話題咧，有好多嘅老友記啊、聽眾、觀眾朋友咧，有機會會有啲混淆嘅。嗯，因為佢哋咧當中嘅病徵咧，其實有相似嘅地方。今日咧講嘅咧就係流感啊。咁究竟咧當中我哋有啲咩係值得去認識嘅咧？記住啦，若果你都想一邊學習一邊玩嘅話，而家打。 电话嚟一八七二三一二登记，三个咧准备咗几条好玩医学嘅问题咧，去到诶、呃、考下你哋嘅，而成功答中嘅话咧就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啊！即、嗯、刻进入好玩医学啊！好玩医学。 开始我哋嘅好玩医学喺乐仔同埋 Fanny 身边啦，就有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黄敬恩医生喺度啊。早晨，黄医生。早晨<安>，黄医生。早晨，早晨。早晨，早晨。首先我哋都透露咗少少咧，即系而家呢个天气咧就唔系流感嘅高峰期。咁其实会唔会系比较冻，即、就、系、是、冻啲嘅天气？譬如好似一月啊、二月、三月嘅时候系比较高峰啲咧？诶、呃，我谂好多普罗大众市民都知道嘅流感咧，都系一个冬季嘅病啦。嗯 但其實咧，冬季咧就係、是、通常嚟講咧就一月啦，至到三四月啦。另外其實仲有一個高峰期咧，可能少啲人留意嘅，就係、是、一個夏季嘅高峰期，就七八月。唔係年年有嘅，但係亦都有啲日子，有啲年份咧，譬如二零一七年咧，佢嗰個夏季流感咧仲緊要過冬季嘅。咁、嗯、所以年年都會有啲唔同。 係咁講到咧，誒話佢會好流行啦，係咪？即係咧喺嗰啲日子咧，即、就、係、是、因為佢好活躍嘅關係，咁所以嚟診所嗰度求醫嘅人咧，人數方面係真係哇！嗰啲日子係真係可以源源不絕，無論大人細路哥都好多嗰啲時間。絕對啱啊！點解叫流行咧？或者係即係，因為要睇翻佢嗰個数、呃、數值啊。 嗯，嗱，誒作一個例子，有冇有冇實際用途先？我哋先講成效先嚇。如果我哋分咗佢係有用嘅咧，咁就咁就梗係要注意啦。嗯，原來咧去到某一啲日子咧，佢高過一個叫做底線，譬如九點幾個 percent，佢高過呢個數值嘅話咧，政府會同大家講，不如咁啦，你有症狀咧都可以唔使驗啦，直接開藥啦。 嗯、所以咧係同流行性係有關係嘅。如果佢個流行性係低嘅話咧，誒我哋就可能要真係要做足個測試先。但係如果佢嗰個數值係高到過晒底線嘅話咧，有症狀都可以開藥。咁所以咧係真係有分流行與否嘅。嗯。咁係咪每一個病人啊？我我而家傷風感冒啦，嚟到去睇醫生，嗯、你都會同佢測試嘅咧？嗱誒、呃，喺流感这件事来说呢樣嘢嚟講咧。 我哋又真係有分開兩個層次嘅。第一個層次咧，就先講症狀先嘅。誒、呃，即係一個没有冇一個流感嘅症狀啊？可能間唔中都會聽到政府啲宣傳片。流感症狀咁，如果淨係單憑症狀，就甚至乎有時醫學咧，好似頭先咁講，你有症狀，我哋都可以當係流感噶啦。如果嗰個當其時真係非常流行嘅話，嗯、但係咧，亦都第二層咧，就係、是、話我哋亦都可能咧要考慮咧，就係、是、如果佢唔係咁流行嘅話咧，要做一個測試。 咁測試咗之後呢，係流感呢，我哋先至去開藥。咁點解要做測試啊？因為可能大家都知啦，過去呢幾年有症狀唔代表一定係新冠噶嘛，<是>有症狀亦都唔代表一定係流感噶嘛。咁<是>但係新冠嘅藥同流感嘅藥唔同嘅，完全唔同嘅。咁所以呢，唔可以隨便開藥，要知道邊一種先可以開嗰種特別嘅抗病毒藥物。 嗯，要對症下藥啦。咁喺嗰啲啊流行性感冒嘅高峰期咧，咁啊都見到好多人會 camp,、嗯、咳咳咳咳啊，咳啊，有鼻水啊。但係一般普羅大眾咧，其實真係唔識瞓嘅。嗯、可能咧你咳兩聲或者流鼻涕咧，你嘅爸爸媽媽就會話啦：啊，你傷風。冷親、嗯、啊！你翻、那個、到公司咧，嗯、然之後就會話：啊，你感冒啦。係啦 <laughs>，咁究竟傷風感冒，佢哋各者之間，誒、呃，若果我哋普羅大眾要自己去區分嘅話，要點樣瞓？啊？ 喺我哋西醫角度嚟講咧，誒傷風感冒咧係兩種唔同嘅嘢嚟嘅。嗯。誒雖然亦都可以同症狀上去睇啦，即係甚至乎有啲市民咧，啊醫生我傷風，咁我會問咩叫傷風咁樣樣。佢話：哦，我流鼻水就係傷風啦咁樣樣。其實咧就好多市民就以為係咁樣樣，但係其實流鼻水咧誒、呃、可以係感染有關啊，可以係鼻敏感有關。嗯。啊，咁啊，所以就誒、呃，我會分咧就係話誒傷風。 其實一啲症狀輕微啲嘅，誒佢但系咧未分究竟係邊一種病毒致敏源嘅，或者係其他致病嘅嘢嘅，佢可能係誒打刺啦、鼻塞啦、鼻水啦、喉嚨乾渴啦、啊啊咳啦，甚至乎會有啲發燒啊。咁咧呢啲叫有傷風嘅症狀啦，即係可能肥啲肥咧咁樣。感冒咧或者流感咧就係比較獨特啲嘅，我哋就會真係叫嗰個流行性感冒咧先至叫做流感嘅。

憑症狀咧，有時都覺得嗯，都都似係流感啦咁樣樣。咁點樣分咧？誒、嗯呃，第一咧，流感咧個人係的,的，而且佢係嚴重啲嘅。嗯，真係咧咧入到嚟咧已經好攰嘅，謝晒嘅，即係講得俗啲嚇。我哋成日咧以為咧流感係會發燒，傷風唔會發燒咁樣去分咯，係咪都唔係好正確㗎？誒、呃，都唔係好正確嘅。不過咧可以睇嗰、那個誒、呃呃、低燒定高燒啦。頭先講就算簡單如誒鼻、呃、敏感。 都可以有少少低燒，亦都可以有少少攰，嗯、但係佢同感染無關嘅，佢可能同啲空氣啊、致、嗯、敏源啊、打風啊相關嘅啫。但係咧就誒誒誒傷風咧，佢可能係其他病毒，例如一啲叫鼻病毒啊，誒、嗯、或者係一啲腸病毒啊、手足口病毒啊，誒、呃、一啲誒、呃、腺病毒咧，佢都可以叫做誒傷、呃、風。咁但係咧就通常未必好嚴重，嗯、但係流感呢個人咧好攰啦，<累>嗯、周身痛啦。 痛即係周身係肌肉酸痛嗰冇晒力咁，即係甚至乎可能床都未必落到啊，要人哋喂啊、食粥啊、遞嘢遞,遞即係斟茶遞水俾佢。咁、嗯、即係講流行感冒係嚴重啲喎，那個、嚴重好多嘅症狀上嚟。係<是>，仲<是>有一個比較特別啲咧、就是，就係佢會覺得自己咧差得好快，嗯、即係譬如佢可能覺得朝頭早冇乜嘢，但係翻到屋企或者過一兩個鐘咧。 急轉直下，突然間差得好快，跌曬蝨咁樣，突然間跌得好快好<是>快脆咧，咁呢<是>個就係同誒流感機會就高好多啦。咁咧就不過最終始終都係要做測試先得。而家可能市民都好容易啦，因為喺街都買到一啲快速測試嘅。 係，仲咪<是>、嗯、可以測九種添嘅喎，可以測你係流感啊定係新冠咁嘅喎？係嘅<的>。係咪我哋應該自己都測一測先去睇醫生咧，定係去到醫生嗰度先至再做一啲嘅測試咧？誒、呃，我相信咧，過去嗰幾年咧，大家對呢個認識咧都多咗啦，<是>個接受程度亦都多咗咯，亦<的>都已經慣晒啦。可能自己做咗啦，可能初頭第一次，哇，傅家，咦、欸，好難喎、啊，擺支棉花棒入鼻哥。 好辛苦喎、啊，咁樣樣，咁咧就，但係而家咧都 OK 啦。不過咧，始終咧就有做好過冇做。不過有幾個重點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嗯、即係第一咧就誒誒、呃呃，因為佢個準確性唔係好高。好多市民嚟到睇醫生咧就話：，啊，醫生，我做咗啦，我冇事咁樣，我唔係新冠，我又唔係流感。咁但係咧呢、这個咧就有少少咧，即係誒誒誒錯誤嘅安全感啊。佢覺得我做咗唔係，係冇<是>事啦，就唔啦，都係唔舒服嚟睇你啫，咁樣樣。嗯 但係咧就呢啲嘅測試咧，佢唔係好準確。嗯啊，佢受制於好多變數，例如嗰個測試嗰個本身有好多個牌子噶嘛。嗯。咁啊準唔準咧？第二就係話咧，佢撩鼻嘅方法啦。係<是>。例如佢喺嗰個鼻哥出邊少少啊，定入啲啊？佢每一次撩嘅時候係兩秒攞翻出嚟啊，定因為入咗去停留十秒鐘、十五秒鐘啊？嗯。佢、啊、入到去直入直出啦、啊，定因為入咗去。 繞幾個圈啦、啊，嗱、嗯啊，所以咧你都聽到有好多個，仲算仲有個將棉花棒擺落個水度浸幾耐啦，係繞<是>一個圈，繞二十個圈，嗯、有冇跟足個指引、啊？有冇跟足？所以要睇一睇説明書嘅，嗯、因為亦都好難一概而論，因為每個測試嘅牌子佢有唔同嘅要求，有啲要你等十五分鐘，有啲叫你等二十分鐘。嗯，相反咧，你等咗三十分鐘之後出兩條線，定一或等十五分鐘出兩條線，亦都會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 受諸於好多變數呢,我哋都要留意。如果我哋想解決呢個方法,某種的呢,基本上就多做了,可能有做啦,做五日,做五日啦。如果大家仲有小小經驗記得的話呢,當年我新官呢,有的人做,我冇嘢,因為做都冇,明明係病到個樣係新官的,可能做到我差唔多好發,你先出現兩拖先,都唔係。所以呢個都係一個記錄給大家呢嘅話。<laughs> 係啊，做一次係唔夠嘅。係咁啊，作為參考啦。嗯、如果身體真係有好明顯嘅反應啦，咁、嗯、就記得要去盡快睇醫生啦。咁呢<是>一節咧，我哋好快速咁認識咗啦，流感啦、嗯、流行性感冒同埋傷風等等咧，各自之間嘅分別。除此之外啦，我哋都認識咗少少關於佢哋嘅傳播方式嘅。係、嗯、時候考下我哋嘅聽眾觀眾咧，有冇留心聽書啦？喺電話旁邊咧，首先有崔女士喺度啊，崔女士你好啊！ 早晨啊，你好，你好<晨>你好，崔<是>女士，咁啊交俾乐仔去到问下你啦喎。問題係咁樣嘅，流感啊係由哪種嘅病原體所引起嘅咧？A 係細菌，B 就係病毒，C 係以上皆是。以上皆是，以上皆時是係你嘅最後答案係咪？係。<是>好，咁我哋一齊睇睇正確答案啊！正確答案就係、是、係。是

A 就系飛沫嘅傳播，B 系空氣傳播，C 就係以上街市。誒、uh,，C，C 以上街市好，我哋一齊睇睇正確答案啊！正確答案就係、是。 系，冇錯，就係、是、以上皆是恭喜晒<喜>可以得到咧超市現金禮券嘅。陣間翻到嚟啦，我哋會再認識多啲關於流行性感冒咧一啲嘅藥物治療啦。嗯、除此之外啊，亦都好想咧瞭解到，假如一旦患上咗呢一個流感嘅話，嗯、究竟我哋要喺一個咩嘅黃金時間之內盡快服藥咧？我哋一陣再傾啊！嗯 玩緊快又翻返嚟，好玩以學嘅節目時間，跟住 <music> 有鄧添立，有鄭瑞芬，除此之外咧，仲有呼吸系統科嘅專科醫生黃敬恩醫生喺身邊嘅。黃醫生你好，你好，你好，係今日嘅主題就係講到流感啦。咁、嗯、我哋剛才咧有聽眾觀眾咧就回答到就，就話啊細菌咧其實都係流感嘅一個病原體之一嚟嘅。咁啊、嗯、而正確答案咧其實就係、是。 病毒嘅，咁都、嗯、交俾醫生去到講講啦，兩者之間嘅分別啦。嗯，OK，嗱、呃，誒的而且確咧係會市民誒誒、呃、混亂咗咧，都會明白嘅，因為的而且確好多呼吸道嘅感染啦，誒或者甚至乎肺炎咧，可以係由病毒，亦都可以由細菌引起嘅。咁咧就頭先我哋講嘅新冠病毒啦，嗯，流感病毒啦，誒、呃、手足口啊，呢啲都係病毒引致嘅。嗯。 細菌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嘅，例如話肺炎鏈球菌啦、金黃葡萄球菌啦，嗯，仲有啲叫做係誒肉論桿菌啦，咁呢啲咧都係細菌嚟嘅。咁有少少分別咧，我成日都講，實際上有冇分別先分咗嚟。咁有分別嘅，原來咧，譬如我哋成日用嘅藥物，例如抗生素啦，係<是>，嗯，抗生素對於細菌定病毒定兩樣以上皆時有幫助咧。嗯 誒、哎，哇！呢、这個真考起我，我都唔識。我會話，唔敢立亂答。係啊 <laughs>、呃，誒，應該係對病毒抵,抵抗細菌嘅滋生啦。嗯，抗生素咧係用喺細菌感染嘅。哦、哎，嗱，咁如果係咁，即係話誒，我有上呼吸道感染，誒咁誒係咪唔值得抗生素啊？其實，市政府咧就係話啦。 建議大家咧，如果有上呼吸道感染咧，就唔好濫用抗生素。就係、是、正正呢個原因啦，因為咧大部分嗱唔係全部，大部分嘅上呼吸道感染咧都係同病毒有關嘅。<是>如果食抗生素咧，只係醫到細菌，但係醫唔到病毒。多咗使用一啲冇需要嘅抗生素咧，就會引致一個抗藥性嘅問題，變成濫藥啦。<是>好，咁如果、呃 病毒係咪真係冇藥醫咧？嗯，又唔係嘅。不過個名字就係好直接，就係、是、叫抗病毒藥物。 哦，抗生素就係對付呢個細菌抗病毒藥咧，就係對抗流感。咁假如真係有患流感嘅誒聽眾觀眾，真係去診所度睇啦，咁佢哋就會食一個抗病毒藥藥物。咁但係據我所知咧，即係而家嘅藥物就先進啦。咁對比起以前咧，亦都啊，無論係服用嘅療程嘅時間啦，嗰個抗藥性啊，即係對抗呢一個病毒嘅誒能力啦，都有所不同。強好多係咪係咪而家進步咗好多㗎啦？ 進步咗好多咯，咁咧嗱，先講翻誒服用藥物啦，係、嗯、一定要服用藥物先咁樣樣？譬如好多時候有傷風感冒嚇，有症狀唔舒服，去睇醫生，咁咧可能咧醫生都係會開一啲所謂嘅誒傷風感冒藥，咁但係其實嗰啲咧絕大部分咧都係一啲症狀舒緩嘅藥物，例如一啲退燒藥啦，即、就、係、是、撲熱息痛啦，誒止痛退燒。 一啲傷風抗敏感嘅藥物啦，食完之後咧可以收鼻水嘅，誒、嗯呃、鼻水倒流嘅，同埋好眼瞓嘅，係 <laughs> 有分有誒眼瞓同唔眼瞓嘅。誒等你冇我冇你想眼瞓定唔眼瞓啊？例如誒、呃、個個都話我梗係想唔眼瞓啦、啊，食完可以做嘢啊嘛。但係咧作為醫生咧，我又會建議咧，如果你真係有傷風感冒咧。 不如瞓下覺啦。休息下啦，等啊。所以瞓下覺都冇乜所謂啦，咁樣又。但係頭先我都聽到個醫生講話抗生素咧，我發現好多身邊嘅朋友去傷風或者唔舒服去睇咧，醫生都俾抗生素去食。嗯、但係真係睇完一次都唔得，睇第二次都唔得，原來真係對症唔到個下藥呵。嗱，咁啊又要講下啦。誒係咪一頭先所講？ 大部分都唔需要食抗生素嘅咁<的>就，嗯、但係咧幾時咧，其實都同時間會有啲關係嘅。嗯、如果話啱啱唔舒服咗一個禮拜之內嘅，我哋會預計可能頭先俾嗰啲退燒藥啊，使用退燒嘅抗物誒、啊、一啲收鼻水嘅藥物咧，佢都會自己好翻嘅。飲多啲水，瞓多啲覺。咁、嗯、但係如果佢一個禮拜都唔好，或者唔好用時間去計，我哋用一個症狀上有冇出現一個第二個高峰期嗱？呢、啊這個好緊要嘅喺醫學上嚟講。 第一個高峰期同第二個高峰期係咩意思呢？啱啱開始唔舒服就第一個高峰期啦。係<是>。食咗啲簡單嘅藥物，瞓咗覺，休息咗，飲咗水，好翻，覺得自己好翻啦，冇事，咪冇、嗯、事啦。<是>但係如果佢出現第二個高峰期呢，即係話我明明係好翻㗎啦，四日之後。 但係咧，到第四第五咧，突然間又再又勁翻，嗱呢<是>個就要小心啦。真係會係咁噶。咁呢個咧<是>就真係要考慮使用一個抗生素啦。嗯。因為咧，原來咧，佢可能係第一針俾病毒攻入咗我哋個城牆，跟住咧第二針嘅細菌咧就攻咗入去個城里邊咧，哦，就會引致一個嚴重嘅併發症，例如肺炎啦。咁、嗯、所以咧係唔係雙峰感冒就唔使用抗生素咧？ 睇時間亦都要睇情況。<是>如果佢好緊，咁就唔需要啦。嗯、但係如果佢越整越差，或者先好後差，都要考慮咧使用呢個抗生素。嗯，咁、嗯、藥物有好多種啦。剛才我哋講緊嗰一種咧，就是、我哋一般去診所，可能話叫你每四個鐘成一次，嗯、一次過開三日藥，咁啊係抑制嘅作用，等你可以快啲休息多啲，誒、嗯呃、舒緩一下啦。但係據我所知咧，新藥咧誒。呃 同我想象中好唔同嘅，成個療程咧就唔係話要 keep 住每四個鐘食一次嘅喎，好似係一次就得嘅咯。嗯，真係一次就已經夠？係咁啊，因為大家都俾呢個抗生素嘅概念咧，<是>輸咗啊，係<是>一定要完成晒成個療程。完成個療程。係幾耐啊？<是>五日啦、啊，七日啦、啊。其實好怕嘅，食抗生素係<是>。<是>所以咧，亦都原來咧就係、是、誒、呃、抗病毒藥物咧。 的而且一個我哋用咗十幾年嘅誒、呃、流感嘅抗病毒藥物咧，個療程係五日嘅。嗯，但係咧，如果有一啲新嘅抗病毒、抗流感嘅藥物咧，佢只係食一劑一次。我哋講緊嘅一劑咧，係成個療程一次，就唔係一日一次，亦唔係一個禮拜一次，係成個療程食一次。亦即是話，你食咗好唔好，有唔舒服？ 都係食嗰一次，啊、就係一次啫。一粒係咩藥嚟㗎？仙 <laughs> 丹嚟㗎？呢、啊、一粒藥咧，<laughs> 我哋一陣再花時間再認識一下先啦嚇。咁啊<是>，誒問多一個問題、嗯、之後咧，就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電話啦。咁、嗯、假如真係有流感嘅症狀啦，我哋成日就話盡快睇醫生。咁、嗯、但係有啲人就會拖嘅，即係啊，睇下自己會唔會快啲好啦。嗯、醫生會建議誒幾耐嘅時間之內，真係盡快就要食藥睇醫生，會最快好咧。 誒係、呃、有一個時間限制嘅，咁咧最好嘅時間咧就係四十八小時之內食，咁咧佢咧就可以縮短嗰個症狀咧一點五日嘅。嗯。咁啊、呃，但係我亦都明白嘅，有啲市民可能啊唔通我有啲乜嘢嘅唔舒服一兩日就休息一下咁就算㗎啦，或者我自己去藥房執啲藥食下咁、嗯、樣得唔得咧？咁樣唔係唔得嘅。不過正如我所講，視乎嗰個程度上唔舒服。嗯、如果差得好快㗎，或者嗰個症狀，就算第一日都好辛苦嘅。 都應該盡快睇醫生。嗯，記住啦嚇，咁啊，至於講一粒神藥，食粒仙丹時啦，咁我哋稍後先要再詳細了解下啦。喺呢個時候咧，繼續接聽我哋嘅聽眾電話，搶咗兩條嘅問題考下你哋嘅。喺電話旁邊咧，首先有何女士喺度。何女士你好啊，係你好啊，你好，好你好你好，交俾樂仔去度考下你咯。嗯。誒問題係咁樣嘅喎，比起咧係舊流感嘅藥，新流感藥嘅療程係點嘅咧？A 係每一日咧係服一次。 B 就系全个疗程只系需要服用一次，C 系每星期服一次。嗯，有冇贴士啊？唔好意思啊，<的>为咗公平起三个拣一个啊。A、B、C 答案系每个疗程食一次。诶，全个疗程只服用一次。Uh, 一次 A B, C,、啊、B、C，你拣一你拣边一个？嗯，每星期一次啊？每诶，你你嘅最后答案系咪每星期服一次？ 係<是>好，咁我哋一齊睇睇正確答案咯。好,好，而正確答案咧就係、是、全個療程只係需要服用一。呢個係新藥嘅。 食法啫，係<的>。係啦<的>，係啦。咁啊，剛才咧，醫生都有去到講到啦，即係話成個療程就係食過一次。咁至於呢一粒藥係點咧，嗯、我哋稍後先至再請教醫生。何女士，咁啊，下次再接再厲咯。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再聽埋楊女士嘅電話。楊女士你好啊。你好啊，早晨啊。係早晨、啊嗯，早晨。早好,好。交俾 Fanny 問下呢條。嗯，嗱，如果你唔好彩咧患上流感啦，最好喺病發之後幾多小時裏面去服藥咧？ A 就係四十八小時，B 係七十二小時，是小時而 C 就係九十小時。A A 四十八小時，嗯、好一齊睇睇正確答案啊！冇錯啦，快而準啊！就係四十八小時，恭喜晒，得到超時現金禮券。一陣咧，我哋仲會有極速十五秒，亦都會有問證時間嘅。快啲打電話嚟啊！嗯嗯嗯嗯嗯

是你的暖流，擦身，期望与梦，情怀未够，浪起浪还退，但你的慈爱常在眼角中，笑语中渗透。 速十五秒。

早餐定晚餐？早餐。流行音乐定戏曲？流行音乐。高大定娇小？高大。 一个丰富嘅早餐咧，可以令每一日咧都有精神百倍嘅。咁点为之一个丰富嘅早餐呢？我觉得咧，除咗食材要新鲜之外咧，诶，一杯醒神嘅饮品啦，加埋靓嘅音乐咧，就 fit 晒啦。逢星期四至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有我钱佩佩喺香港电台一五台同大家看住一个靓嘅早餐，享受好嘅音乐。 第一位參賽者係杜女士，你好，你好早晨，多謝仔。嗯，你好啊，嗱，我手上有兩個信封 A 同埋 B，你揀邊一個？B 啊？B，好，好精神喎、啊、你啊。好啦，請喺十五秒之內講出涼茶名稱。好啦，準備好未？嗱、嗯，我數三聲開始啦，一、二、三。 王老吉啦，苦茶啦，诶，肯夫草，诶，白花蛇舌草，臭草，诶、呃，赤丹茶，诶、嗯，好够钟，哇，你好叻喎，系咪成日煲凉茶嘅咧？食 <laughs> 咁多嘅，好。跟住落嚟呢一位咧就系梁女士，得翻 A 信封，啊，咁啊睇下问啲咩题目咯。你好啊吓。啊

<laughs> 好够钟啦，都好叻噶啦，你都好识食好多糕啊，系咪？不过咧，两位参赛者今日都叻叻啊吓，多谢你哋嘅参与我哋嘅游戏，一阵间我哋就会公布边一个胜出噶啦。 就系阿强今日送俾我嘅礼物，等我影翻幅相，摆上社交网站 c h e k 阿强先。算你知道吗？在中国古代，其实也有把送礼物的人还有礼物画下来的这样一类画，叫做直供图。 古代有一类绘画称为“职供图”，它画的就是边疆的少数民族或者国家、部落向中原皇帝进贡的这样一类绘画。那么我们这一件作品是来自明代画家仇英的“职供图”。这一幅画呢，一共是画了十一支队伍，四百多个人物，非常的丰富。那这一幅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可以说是纪实和想象的结合之作。 因为我们考察画中的十一支队伍，他们是来自中国历史上唐、宋、元、明不同的时期，而并不是在历史上同时出现的。所以说，这一件作品是画家的一件想象的作品。 Sometimes 时间嚟到早上嘅十一点四十分，翻翻嚟香港联楼好玩医学嘅仲有等添啦，有郑瑞芬公布翻啦，刚才极速十五秒胜出嘅就系梁女士，恭喜晒，<兴><的>得到超善金礼券，咁我哋嘅同事咧稍后就会联络翻你噶啦。嗯、除此之外，一八七二三呢个电话咧，仲可以打电话嚟问政噶。嗯，今日我哋嘅主题系讲流感，不过一。

好玩医学又翻到嚟，好玩医学喺乐仔同埋 Fanny 身边啦。当然继续仲有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黄敬恩医生喺度啦。早晨，早晨，早晨，黄医生。嗱，头先我都提到啦，因为我一嚟到咧，阿黄医生我就话诶，其实呼吸系统科同胸肺科有咩分别？原来哋话其实都系好相似嘅。你哋睇嗰啲病症系咪啊？是 甚至乎係同一科嚟嘅，同一科嚟嘅。哦，<laughs> 只不過喺誒、呃、專科註冊裏邊咧，其實就並冇胸肺科專科嘅。嗯。咁啊，雖然有一個名好接近嘅叫心胸肺外科，不過嗰係外科嘅，做<是>手術嘅。做手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市民想揾胸肺科醫生咧，其實就係去揾一個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但係我哋成日聽人講話，我去睇胸肺科嘅喎、哦。因為的而且確政府。 嘅衞生署係有一個空肺科門診，嗰、嗯、個主要咧就係、是、睇肺瘤啊同埋肺塵埃沉着相關嘅。咁、嗯、如果係醫管局，例如好多醫院啊專科門診咧，就只係掛一個叫做呼吸系統科專科嘅。哦，咁若、嗯嗯、果我哋嘅老友記佢哋、嗯、想問症啦，嗯、除咗流感啦、傷<是>風可以去到請教黃醫生之外，嗯、比較多你涉獵到嘅兒、嗯、老友記佢哋感興趣嘅會有邊一啲嘅病啊等等咧？ 如果我哋講病名咧，我哋可以分為氣管同埋肺啦。氣管嘅哮喘啦、慢性氣管疾病啦、誒支氣管擴張啦。咁啊病誒，如果係肺嘅咧，肺炎、肺癌、肺瘤、嗯、肺纖維化、肺積水，呢啲都咧同我哋有關。都係嚟個科嘅。如果係症狀上嚟到分咧，就簡單啲啦，因為有時未必知自己係咩病噶嘛，就唔知咩病去睇醫生。嗯、症狀上簡單嘅咳、痰、喘，嚴、嗯、重啲嘅。 誒吸血，嗯，咁都係同條氣或者氣管有，真係條氣唔順嗰啲啦。係啊，即係條氣唔順都可以，翻嚟。或者係可能做身體檢查，照咗張 X 光或者係 CT，見到有個影係咩嚟？而家有少少擔心嘅，都係要揾我哋嘅。係都可以請求醫生。咁我哋講翻誒頭先就係話，如果我哋真係誒唔好彩中咗流感，係有一隻新藥。 係只要成個療程係食一次嘅啫，一粒係咪一粒咧？一次個粒係一粒啊，定係打針啊，定係點樣？係咩藥物嚟㗎？流感藥咧，其實咧就可以有食㗎啦，嗯、有打針㗎啦，亦、嗯、都有吸嘅係啦。咁但係新嘅呢只咧都係食嘅，佢淨係食一次誒。呃 可以係兩粒，視乎佢個包裝啦。嗯。咁啊，總之淨係食一劑嘅啫。嗯。咁就唔係一個禮拜，亦都唔係一日食，即、就、係、是、每日食嘅，係淨係成個療程食一次嘅啫。咁呢個藥物咧就係、是、誒、呃、大概咧，其實就啱啱喺誒疫情二零一九年之前一兩年到先至推出嘅。嗯。咁咧就誒，佢、呃、個原理咧同上一代特敏福咧有少少唔同嘅。誒、呃，譬如如果我哋講個原理咧。 一個病毒進入我哋嘅身體，影響我哋嘅細胞嚟講呢佢經過三個階段進入我哋嘅細胞，嗯、入第二個階段入咗我哋嘅細胞呢佢會喺度複製。嗯、第三個階段呢，佢好啦，產生咗好多複製完好多病毒之後呢佢要走出我哋個細胞去感染其他嘅細胞，甚至乎感染其他人嘅呢三個階段呢，調翻轉特敏福之前嗰只呢，佢就影緊第三個階段，嗯、即是話呢。 嗰個藥物咧，能夠令到嗰個病毒唔好走出嚟，我哋嘅身體、我哋嘅細胞。嗯、而呢一隻咧，聽落去咧，個原理上更加好啲嘅，就係、是、咧，佢唔好俾嗰個病毒喺個細胞裏面複製成長。 咁所以咧聽落去咧，其實係好似好啲咯，即係喺第二階段已經了控制咗佢啦，冇俾佢就，多，係冇俾佢複製咁多，嗯、繁殖出嚟咁樣咯。係咁即係控制到佢唔會越嚟越嚴重啦。咁<是>但係誒、呃，即係如果咁講都好幾年喎、啊、呢、這個藥。咁嗰<是>個成效點樣啊？出到嚟做過晒研究咧，就如果係一個適合嘅群組裏邊咧，佢係誒。呃 同舊嘅上一代嘅特敏福咧，成效係一樣嘅。雖然佢食一粒啫，就唔似得特敏福要食五日。嗯，咁當然其實特敏福咧，亦都有啲唔好處嘅。咁譬如話食五日啦，食咗有啲人會有啲作飽作悶啦，有啲人,人會出皮膚啦，嗯、甚至乎咧緊要嘅咧就係有時長者如果食咗嘅話咧，佢可能咧會有少少亂啊。嗯，即係思緒紊亂。係啊，可能有時擒床啊。 夜晚黑又喺度嗌啊咁樣，咁、嗯、呢個咧就是、上一代嘅藥物有機會會出現嘅。不過呢個可能同個劑量會有啲關係，因為可能長者個腎功能唔係幾好。嗯、如果我哋將嗰個劑量調啱一個腎嘅誒、呃、劑量嘅話咧，可能呢個副作用都會少啲。新嘅呢一隻咧，佢就冇咁、呃、以上所講嘅問題，淨係話如果佢有。 過敏嘅歷史嚴重過敏关于这药，關於呢隻藥嘅就唔可以再食啦。其他就似乎冇嘅，咁都好好喎。係係咁個價錢係咪同以前嘅藥係爭有少少咧？如果佢咁好，成個療程你都計啦。佢一粒咁啊，如果係揼緊腹，佢可能一日食兩次，每次一粒嘅，嗯、就係成個療程計咧，佢都係貴啲嘅。咁啊誒，但係實際上幾多次咧，可能就要問翻醫生先知啦。同埋呢個一定要係醫生開嘅，梗係啦，唔可以去藥房話啊,啊喂。 我啱啱睇完港台個節目，好啊！我有啲傷風感冒喎、啊，不如我去藥房，喂、哎，不如配粒藥俾我啦！我就要嗰只先。係啊，但我都想知啊，個繁用城，即係<是>因為誒，畢、嗯、竟可能話二零一九年先至正式推出啦。咁大家聽完之後，咁當然大家都唔想病啦。但係假如病嘅時候去睇醫生啦，就啊，上次喺節目聽過<是>有呢一種藥喎。 係咪普遍診所其實咧，即係都已經有引進呢一種新嘅藥物嘅咧？嗯，OK，誒、呃，呢藥大概係疫情之前大概係二零一七一八年出、哦、18, 出到啦。咁咧、嗯、就誒誒、呃呃，我相信咧專科醫生咧一定會有嘅，即、就、係、是、呼吸系統科醫生。誒、呃，但係至於會唔會每一個誒、呃、家庭醫生都有咧，就可能誒一個個診所而定啦。嗯。咁咧就誒。呃 誒咁、嗯，既然係係咪咁個個都轉晒食新藥啦？咁唔使食舊藥啦？<是>其實都唔係嘅，亦都要視乎嘅。有啲情況咧，都係需要食翻誒特敏福嘅。誒、嗯呃、或者咁講啊，誒咁乜嘢人先至可以適合咧？即、就、係、是、窄啲啊！有咩人先可以適合食新嘅藥物咧？第一年紀啦，在香港個喺、嗯、香港個註冊上嚟講咧，佢、嗯、都係十二歲以上先得嘅。<是>小朋友唔係唔得，不過咧。 小朋友咧都系食翻特敏福啦。嗯孕，孕婦孕婦咧就其實都可以食，不過咧都係要食特敏福。新嘅呢一隻咧就都係唔得嘅。嗯，第三咧就係、是、我哋要睇下啦。我哋即係英文上咧叫 uncomplicated，即係話咧唔好咁複雜嘅。嗯、即係話如果嗰個人誒、呃、最或者最實際啲講咧，如果那個人入咗院嘅，咁我哋都唔係咁建議佢去食新嘅呢一隻。 因為個經驗上咧都唔係話好多，<是>即係臨床上嘅經驗，舊嗰只都出咗，哇！又即、就、係、是、真係都十幾即係十幾二十年㗎啦。咁所以咧咩人啱用咩人唔啱用咧，經驗上會好多。咁啊、嗯，但係所以舊嘅藥物咧，佢嘅主要嘅好處咧就係、是、話。 佢對於一啲複雜啲嘅、嚴重啲嘅話咧，我哋都係傾向用舊藥嘅。嗯，即係始終數據啊、經驗啊比較多啲。咁啊<是>，各位咧就就當即係、嗯、知道一種新嘅藥物先啦。有一個選擇，啊、有多一個選擇啊嘛。繼<是>續呼喚咧，你打嚟一八七二三一二啊。若果咧你有一啲關於呼吸系統科嘅疑問，好想請教醫生嘅話咧，而家可以打電話嚟啊！ ん 嚟到最後一次嘅好玩以後啊，今日主題就係講到流感啊，認識咗咧流感啊、傷風等等之間嘅分別啦、啊。佢哋嘅病徵、個流行程度，亦都認識咗一種新嘅藥物啊。咁、嗯、相信咧，大家都知道了很多咗好多噶啦。咁、嗯、好多人咧，有時會睇少流感嘅，即係、嗯、啊，你又流感，我又流感，佢又傷風，咁<是><那>甚至唔睇醫生添啊。多都係諗住自己瞓下一兩日咁好翻。係啦、啊，就會好翻噶啦。咁、啊、但係其實嚴重起上嚟咧。 嗰個併發症咧都可以好嚴重嘅喎，冇錯啊！尤其是睇群組啦，即係話如果係年紀比較大啲嘅，六十歲、六十五歲以上嘅，或者係長期有病患嘅，或者係要食一啲藥物嘅，咁我哋都建議咧就儘早求醫啦。好似頭先講，即係十八小時之內食咧就可以幾個好處啦。第一，誒提早結束嗰個唔舒服嘅感覺啦，早一日半啦。嗯

原因就因為佢有並發症，<是>例如頭先佢有我哋有講嘅第二重嘅細菌嘅感染，咁嗰啲咧就真係可以個肺好花啦，一啲即係急性嘅呼吸性衰竭嘅情況，可能要誒、呃、要插拔呼吸機啊，入深切治療部啊，嗯、甚至乎就算就算好翻咧，都可能會有肺纖維化，嗰條氣冇以前咁好啊。 佢亦都可以引發咗佢本身潛在嘅問題，嗯、譬如話有時長者佢裏邊有心臟病嘅，佢<是>有中風嘅，嗯、因為今次嘅流感咧，佢會令到個心臟病發咗出嚟，或者係中咗風發出嚟，亦、嗯、都有以往嘅數據咧，就係、是、話就算佢嗰次過咗骨出咗院，嗯、但系咧佢可能一年之內咧，佢會有心臟病發同埋中風個風險咧，佢可能就係嗰一年裏邊咧。 升高咗，所以咧，如果做一啲預防嘅，或者係早啲食藥嘅話咧，減少咗呢啲風險，減少咗啲併發症咧，甚至乎佢本身嗰個存在嘅心臟中風呢啲問題咧，都可以減少嘅。 嗯，係啊，同埋咧，特別好多旅遊記咧，可能因為一個小病之後，身體咧出咗啲問題，影響咗生活啦、飲食啦，嗯、身體亦都可能會因此而急轉直下。係<的>越,越差嗬！嗯、千祈就唔好睇小啊嚇。喺、嗯、電話旁邊咧，我哋有聽眾喺度咧，準備想請教一下黃醫生嘅。喺電話旁邊咧，有盧女士。盧女士你好啊！你好啊！係你,、啊、你好。係早晨。早晨，早晨，盧女士，有啲咩想請教下黃醫生啊？誒，早晨黃醫生。係早晨，盧女士。 呃、之前咧、呃，七月尾七月尾至八月咧，我就誒、呃、中中咗新冠，mm hmm. 一路一路係咁咳，咁咧、mm hmm. 又食咗即係誒、呃，我去食咗啲藥之前咧，嗰陣就一路 check 都係 check 唔到嘅、mm hmm. 呃，做六合一嗰啲都係誒 check 唔到快測嘅，咁後尾睇完醫生翻嚟先先誒、呃、發燒兩日先 check 到啦。

係啊，盧女士帶出一個咧非常之常見嘅一個現象啊！好多市民咧中咗新冠之後咧，佢急性嗰部分好翻啦，譬如發燒啊，誒、呃、好辛苦嗰陣時候過咗啦。不過咧之後咧，都好多好滋擾性嘅咳啊、喘啊，變咗咧有時候可能出街咧都好尷尬，因為可能搭車啊、搭 lift 啊，誒、呃、忍又忍唔到噶喎，即係忍到飆晒眼水都忍唔到咳。咁但係咧啲人就會望住你啦。咁呢個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常見嘅現象，亦都唔係淨係新冠有嘅。 流感啊，或者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傷風嘅病毒咧，感染完之後咧，佢可以引致一個氣急性氣管炎嘅問題。呢、嗯、個氣管炎咧可以好長嘅，尤其是新冠咧。頭先阿樂仔講咗啦，長新冠咧其實都有個定義，誒、呃、半年時間嘅可以係。<哇>以前咧我哋未有新冠之前咧，我哋講笑咁講，好似白日咳咁樣樣。嗱、嗯、雖然白日咳係另一種細菌引致嘅，但係咧。嗯 原理上有少少似咧，就係、是、話有啲人感染完之後咧，佢真係可以咳成三個月先至會好嘅，咁長新官就更加耐啲添。咁誒<是>、呃，我會建議咁啦，都係應該要見一見醫生先。咁咧就先要分析咗嗱，誒、呃，我哋亦都要分咧，咳嗽咧，就算冠物論同之前個感染有冇關係，如果咳嗽超過三個星期咧，我哋 要睇醫生咧，分咗佢係咩事，嗯、甚至乎應該要照肺嘅、嗯、簡單嘅 X 光啦，<是>準確啲嘅咧就可以照一個叫低劑量輻射嘅電腦掃描。有時亦都有唔少個案咧，以為自己誒氣、哎、管炎、氣管炎啫、氣管敏感、氣管敏感，但係其實唔係咁簡單嘅，可能係一啲再複雜啲嘅病嘅，咁要醫生照咗肺咧，先至能夠睇得清楚啲。咁好啦，如果真係冇、呃、複雜嘢嘅，真係。 誒主流嘅問題感染完之後引致嘅長時間嘅氣管炎咧，嗱咁呢個咧就誒、呃、都幾之要㗎，尤其是咧誒一早一晚啦，<的>夜晚黑啦，甚至乎可能會咳醒咗啦，影響咗睡眠嘅質素，日頭會好攰啊，或者係吹一吹風啊，近期天氣轉啊，飲凍嘢啊，咁呢啲咧都會令到那個咳咧唔停嘅，嗯、忍都忍唔到嘅。嗱咁咧呢個咧就要睇醫生啦，咁啊甚至乎咧可能要開一啲。 類似哮喘嘅藥物咧，先至可以能夠中止咗。其實呢個有少少惡性循環嘅，因為有時咳咧會咳損咗，咳損咗咧個氣管炎咧有排都唔好。嗯。 咁所以咧，面對住呢一個情況，<是>啊，盡快睇醫生啦，否則咧，嗯、最怕就係、是、誒，唔、呃、知拖到幾時，<是>一個星期、一兩個星期，嗯、然之後咧，再咳嗽嘅時候，分分鐘咧，啊，可能咳損咗喉嚨啊，咁、嗯、樣咧就更加麻係啊，同埋即係俾醫生評估下，最緊要知道咩事引致你咳咗咁耐啊嘛。係啊，多謝晒羅女士、嗯、你嘅電話啊，祝你身體健康，盡快康、嗯、快啲好翻。亦、啊、都嚟到我哋咧，好玩醫學今日嘅節目尾聲啦，再一次多謝晒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黃敬欣醫生咧，今日百。 多謝,谢收好嘅常到嚟同我哋講關於流感嘅話題，希望咧老友記能夠長到知識啊！一八七二三一二陣間去到電台部分咧，仲有暖流熱線，有樂仔，有 Fanny，仲有仲有直直嘅。至於講啲咩咧，一陣話你知啊！咁啊，同你講聲拜拜。拜拜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七八三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